If I had a boat, I would sail out. Take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of mine. We'd row in the sunshine and sleep when it's dark. Hoping to find somewhere we can call home. But it's black, yeah, it's black. Oh, the water's black. Cause it's black, it's all black. If I had some time, I'd be biting it well. But my house is on fire, there's no one left to tell. Just take what is given, the doors have been sealed. Just breathe in the poison and hope God is real. I'll pick you violet flowers if I get there faster than you. I'll pick you violet flowers.跟小伙伴一起上山来看一看日落，对面的日落还挺漂亮的。我已经大概有3个月没有上来看日落了，真的好漂亮啊。太漂亮了，我对面就是金黄色的一片。
伙伴们新年好呀，好久不见，让大家久等了，真的是让大家好一阵久等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在我停更的这一段时间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私信还有留言，还有包括在直播闲聊的时候大家对我 vlog 的期待，真的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遇到你们，也很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2023年下半年真的对于我来说真的比较忙，然后有些时候忙得来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变化吧，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没有说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就真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放在去拍摄一个长的 vlog，还有就是最头疼的就是要剪辑一个这么长的 vlog 身上了。但是2024年呢，我会尽量的去平衡掉自己的，尽量的去平衡掉自己的一个节奏，然后抽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和大家多多的见面。没有想到我的相机在我的柜子里边已经待了大半年了，在当我拿起这个相机的时候，一切都感觉就是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第一次来德国拍 vlog 居然是2024年了，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多的对，多多的拍视频吧。2023年大半年都没有更新了，真的有好多好多内容还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我还做了一个文档的，是不是很勤奋？所以看得出来我的态度了吧，今年我的态度很端正的。2023年我答应大家的要给你们分享一些我这些年一直在听的播客，虽然说我在直播里边有说过，但是在这里还是多给大家再提几句。应该大家都不是对播客特别的陌生这一类型的媒介的话，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了。播客的话其实分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去选择。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学商科管理类的，虽然说是在第三领域，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呢是一类呢，就是叫所谓的打破信息差，还有一类呢就是自我成长类型的。我先来讲打破信息差，我经常听的一些栏目让我入坑的肯定是要必须首先要介绍的，像在2019年还是2020年还是2021年，差不多2020年2021年的时候开始听的一个栏目，它的名字叫风投圈。我觉得应该很多如果要听那个播客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风投圈这一档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当下大环境里面的产品消费者市场这一方面去分析，从一个公司然后再慢慢渗透到整个行业，然后其中呢它还会捕捉到很多热点的当下的趋势，还有流行，还有一些现象，还会涉及到一些热点的资讯，还有他们背后的一些千丝万缕，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档商业类型的播客。如果你是对商业信息或者是市场营销还有像投资领域比较的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听，我真的是对他特别特别上瘾，我很多期都是那种反复不停的在听，反正基本上每一档节目的话我至少都会听两遍，有些时候很喜欢的就可能听三遍四遍五遍这个样子，它就是充斥着我的生活。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去年新发现的一档节目，它叫商业歪酱。这个呢它跟风投圈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它是一男一女搭配的，然后最开始呢它会给你特别学术化的一堆数据，所以我觉得还比较有一个很好的那个 base， 很好的基础吧。他会在这样子的数据支撑下呢去观察整个社会下的一些新的经济形势，还有一些新的趋势，通过这档播客呢能够接触到很多新鲜的商业现象或者商业趋势什么的。第三个呢就是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我也觉得也适合大部分的所有人呢，它的名字叫生动早咖啡。它跟前面两档的那种自由讲话不一样，这一档呢应该是他们有准备稿件的，然后每一周五更十多分钟的那种实时新闻报道。我就把这个生动早咖啡设为了我的铃声，然后每天就是他叫我起床的，就是他的那个开场白就是与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每一天都是在这个声音里边把我给叫醒的。你就可以利用一些不需要动脑筋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听这一档节目，就十多分钟。比如说你就你的起床气的时候你可以去听，或者你刷牙的时候，还有你做饭的时候都可以去听。我就是会花那种不是特别特别需要专注的这种时间，或者是就可以说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呀去听这一档节目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我偶尔看着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会点进去听的一些播客栏目呢，就是像消费新知、品牌快与慢、半拿铁、三点下班这些呢，就是我可能偶尔看到一些不错的题目可能会点进去。每听一次你会捕捉到不一样的信息，不同的信息，或者是有一些你对它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就会加深对它的印象了。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对喜欢的那些栏目的话一定要反复的多次的去听。对，还有呢，就是关于自我成长的，像自我成长的话，我非常非常推荐每一位女生一定要去听的栏目，它的名字叫颜中花素，在直播里边经常强烈的去安利这档节目。但是因为目前好像跟鲁豫签约已经结束了，所以换为了以前的那个主持人。他每一次都会请一位不同行业的那种成熟高知的女性去娓娓道来他们人生当中的起起落落，每次的节目都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特别是他们邀请鲁豫去对话女性的那12期吧，我觉得我真的是反复的听，有一些我都听了5遍了。每次听完你都会内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女性成为女性，女性要怎么样子的活才算是真正的女性呢？就是你是要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就是听了这么多档节目过后，你会慢慢慢慢的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第二类成长类型的播客呢，它叫斯文败类。斯文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位脱口秀女演员斯文和她的小伙伴圆圆他们一起来就是筹备的这一档节目。那一类谈话类型的播客呢，就是他们的讲述感还有故事节奏都特别特别的好，中间会有很多让你笑的部分，也会有温情的部分，中间也会有很多废话，但是一定不会少的是你和他们的一些内心的共振和共鸣。你是情感非常细腻的人，然后你想要从其中解脱出来，更好的去审视自己，或者是现在过于大条，想要更加的去关注每一个感受，我听完了过后，我都会慢慢慢慢的更加的去关注，去尊重每一个小小的感受，让自己的情感生命更加的强大。还有呢，就是像悲观生活指南还有备忘录这两个呢，就是也是我偶尔看到不错的题目，然后我会点进去再听的。最后一个呢，其实是属于文化类型的播客，它叫文化有限，应该很多小伙伴，如果喜欢看书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这一档节目。它就是每一集每一期都聚焦在一本书籍上，通过书本的内容去分析人啊、人性啊、生命啊，就是他们的那种强大和力量。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每一位小伙伴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喜欢的一些播客，然后去听他们。就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记住他们所有的内容，你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收集到、捕捉到不一样的信息，还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故事也好啊，反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呢，就是我自己平时经常会听到的播客。斯文败类的话，就是我可能偶尔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会听这个，然后像我坐车呀什么的，我就一般就会听颜中花素或者是风头圈。像在家里边做清洁的时候，我就喜欢用我的音响外放。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播客，或者是你们正在听的播客，也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下方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对一起去分享一些不错的东西。
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有在微博上和大家征集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这个子弹笔记本已经陪伴了我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吧，然后我已经把它们给用完了，所以我就让大家帮我挑选一个颜色，但是很不幸的，大家选的那几个颜色，我那天弄了一下，大家帮我选的那两个颜色，一个是这样子的淡绿色，还有一个是淡黄色，这两个我当时去了3家书店，他们都没有就是 A5 的大小了， A5 的话就是普通的书籍的大小，他们都只有 B6 的大小了，然后要不就是有 A5 的大小，但是他们不是子弹笔记本，是条纹格或者是小方框小方格。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年底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会这么的紧俏，就好像应该很多人都买子弹笔记本作为那种新年礼物，或者是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买这个子弹笔记本，所以我当时跑了3家店，想要的这些颜色都没有，而且好多书店都是基本上这种像 A5 大小的子弹笔记本全部都卖完了。后来我就到了我家周围的有一家比较小众的那种书店，然后去选了笔记本，我因为他们都没有其他颜色嘛，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颜色呢，是有点带那种灰棕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所以今年的子弹笔记本呢我就用这个来写了。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年的子弹笔记本是如何去安排的。大家都知道以往的那些年的咱们一起写的笔记的话，在最开始来开年的时候我们会写一个大的全年的总览表，我觉得它稍微的有一点消耗时间，所以今年我就暂时先放弃了，后面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我可能会慢慢的把它画出来吧。今年呢我暂时把这样子全年的总览的话先把它搁置一下。去年的话咱们也是类似的，每月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日历，然后这边是习惯打卡。那今年呢还是一样，只是排版上会有一些变化。今年的这个子弹笔记呢就不是像往年一样是一个小方框，我把它全部竖着写下来了过后，这样子左边部分就可以写一些非常私人的一些聚会啊要办的事情什么的，然后右边呢就是我需要完成的一些任务之类的。右边呢还是一样的，像以前一样是习惯打卡，今年呢只是写的更加的碎片化了，就像我要做运动量血压然后称体重，这些都是跟以往是一样的，然后只是说我把学习语言这一类呢把它分为了学德语和学英语，还有自己要回顾自己的语言笔记，然后包括看书什么的都是跟往年都是一样的。其次呢就是今年多加了一个在饮食上的跟踪，吃素的天数，吃肉的天数，今天喝的是咖啡还是茶，还有今天有没有吃甜食或者是蛋糕之类的，这一方面呢我想在自己的饮食方面做一点调整，因为我是有那个高血压家族史的，所以我还是想慢慢的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身体状况。每月完了过后呢就是每天呢我还是像就是跟去年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说把它们稍微的规整化了一点点，然后做一个两天一查两天为一行，旁边的这样子的空白的位置就是可以给我，比如说我可以再看一看这两天我有什么做的不太好的或是要弥补的，然后我就放在下面的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这个样子去把它弥补起来。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我没有太多的事情，所以就把星期六星期天比较小的距离。做这么多年的子弹笔记呢，我觉得它不是说是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说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觉得它能够让自己每一天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同时呢特别是这个对自己习惯打卡的话，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自律，然后也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和掌握自己的一些动态吧。然后其次像这种每天的计划呢就是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让你一天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安排，你觉得你可能需要6个小时完成的事情的话，有可能在5个小时或者甚至说4个小时之内你就
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也真的算是一个治疗拖延症的方法吧，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加自律，同时呢目标很清晰，但是呢这样子又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对吧？这个呢就是大概我今年的一个子弹笔记本的就是排版。当然这些排版的话也不是说就永远今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它的内容的话或者是排版可能会随着今年的一些变化我会做一些调整。如果有调整的话都会在 vlog 里边告诉大家的。大概呢我的这个子弹笔记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支 vlog 呢比较的简单，主要是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对着镜头这么长篇大论的去讲话了，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和这个新的镜头和新的相机进行磨合。然后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一期的 vlog， 然后我们接着后面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